的状态。我不 OK 的时候，他们都看到了，这很恐怖哎、欸！就是歇斯底里，就突然间爆哭，而且是坐在地上这样爆哭，然后身体没有体力，转不起来，要躺在地上这样的哭、，ugly cry。Melody 遭富翁指控恶行，吐婚变三天三夜不吃饭，哭到无力。我经历了多少波浪啊！我才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呢。是的，刚经历完离婚风波的 Melody 重启 Podcast 节目，回归就谈婚变话题。这是一个天大的巧合，我们自己期待巧合。这个事情好像已经发布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告一段落，那我们就把它先拿掉。其实都还存在在我的 archive 里。那没有人希望说他的工作的 po 文是在你这个的后面。到后面的第一个，对，会影响你这个整个墙面上面的一个视觉、yeah. you know 头甩一甩往前走。然而回顾七月 Melody 刚对外宣布和平离婚时，富昂吴玉琪却提出离婚无效的控诉，控他夺走上亿房产。而当时吴玉琪亲友爆料，吴先生跟他讲，你这个条约里面我负担不起，你能不能改一改，我都没有看，我也没我自己的律师，因为我相信你就是我身边跟我同行的16年的老师，不可能的。你如果不照合约里面的条约去条款去做的话，我就告你，我告死你。不要这样觉得他先生，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瞧不起他，把他当狗这样子骂，不爽就骂他，不爽就骂他。就是他是不说谎的男人。对于这些指控 ，Melody 在节目上没有正面反驳。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受害者，因为永远一体两面。婚变关系一度让 Melody 状态不好，最糟糕的状态是曾倒地痛哭。我不 OK 的时候，他们都看到了，这很恐怖哎、欸！就是歇斯底里，就突然间爆哭，而且是坐在地上这样爆哭，然后身体没有体力，转不起来，要躺在地上这样的哭。然后哭完了，以为说他们来我家，我是躺在地上，把我们两个当作家人，对对，真的就是家人，躺着，而那个哭是 ugly cry， 三天三夜不吃饭，不喝一口水 ，you know， 头甩一甩往前走。不管你今天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，You just go on and live your best life。你一定要相信你值得。Well, let me tell you， 我的后半生会很精彩。